他许哲章是眼科医师，是慈济志工，现在还是慈济在智利首场本土志工培训的灵魂人物。用流利的西班牙文深入浅出解释慈济的实践。慈济志工吴慧兰娓娓道来自己与慈济的缘分。这首慈济歌曲《一家人》西语版，对雪西利亚来说，每句歌词都有画面。带领着培训的志工，一字一句拆解，学这首《一家人》的手语，也唤醒感动。Se produce una retroalimentación que yo llamo. O sea, yo doy, pero también estoy recibiendo.这堂课的背后是智利慈济人的发心立愿，先前慎重地与台湾和其他南美洲国家有经验的志工寻求西文资源，慢工出细活，拟定培训课程的内容，第一步已经稳稳地踏了出去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慧兰、廖清九、许哲章，智利报道。